等法，因为你还年轻，不能说我念佛就等死了，要等很久才会死的，因为你才二十岁。如果你是三十岁，我们以佛陀的年龄来算，八十减三十，还有五十年。三十岁叫做七三开，七分听经闻法，三分念好好的念佛。如果你是四十岁，就四六开，一定要听经，不听经烦恼断不了的，断不了的。你比如说我经典不看不听不闻，那你念了十年二十年就绝对没办法的，除非你是菩萨示现的。人类会念佛，可是里面那个习气烦恼很顽强的，很顽强的。因此如果是四十岁，四六开，六分要听经闻法，四分念佛。如果你是五十岁，就五五开，五分念佛，五分听经。如果你是六十岁，也是六四开，六分念佛，四分的时间听经。七十岁叫七三开，七分的时间通通念佛，三分的时间听经，因为已经七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了。如果你是八十岁，就八二开，八分的时间念佛，那么两分的时间听经闻法。如果你是九十岁，就不用开了，就等死了。就不用开了，九十岁还开什么了哈？哪有几个能够活到九十岁？九十岁、八十岁以后一心念佛，九十岁一心念佛，求佛接引。第六，人，这祖师讲啊，修净土法门的人最怕的，就是临命中神识昏迷，神识昏迷。这个时候舌根坚硬，气力难提，就是中文讲的提不起劲，提不起劲，气力没有了，舌根硬了，对不对？如果若非平日身心切愿来专一念佛，到那个时候使不上力的。如果平常没有修福，没有修慧，没有修养，没有修行，哪里有资粮能够助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所以在这段再念一遍说最怕的修净土法门的人，最怕的就是临命终时候神识昏迷，此时舌根坚硬，气力提不起来。若非平日身心切愿专一念佛，哪里有够资粮帮助我们往生极乐净土？所以在这里要听师父的劝导。昨天讲的两件法宝，一陀罗尼贝，其实它真正的名字叫做陀罗尼贝，那是咒语。陀罗尼贝来自以前的皇宫，一般的凡夫不能用尤其是元朝、明朝、清朝用的最多。后来大慈悲心的人认为不可以往生辈，只有利益王公贵族，还要利益平民，所以就把它流通出来，有的用藏语，有的用梵语。往生辈就是咒语，咒语
就是总持的意思。妙赞总持不动尊呢，首任阎王是稀有啊，那么就是总持。那么第二个就是师父啊提倡的咒轮，这个咒轮威力可大了，里面有大随求咒。这个大随求咒，你打开这个经典，里面记载，这个人无论你造了忤逆、十恶重罪，能灭罪往生净土。里面有大随求咒，十方诸佛佩戴的人，佩戴的人呢，十方诸佛所做的功德给这个人。里面有楞严咒，如果有人犯了四气八气，气就是重罪了。比丘犯了杀盗淫妄，比丘尼犯了八重罪，犹如猛风吹散聚沙。只有佩戴哦，能持诵更好了。里面有大悲咒，九十九亿，有的写九十一亿，九十一亿恒河沙诸佛成道的咒语，能灭忤逆十二重罪。里面有金光明沙啊，南无毗卢遮那佛大灌顶光真言，嗡阿弥陀佛，卢伽那摩诃摩诃摩尼巴德摩揭婆巴佛的呀，吽的咒语，人家是加持几遍，我们加持几万遍呢、啊。经典里面这么写，如果有人一粒耳根听毗卢遮那佛大灌顶光真言五次，能灭忤逆十二重罪，临命中往生净土。所以这个金光明沙就放在里面、啊、接下来有三张咒轮，大宝广博楼阁善住秘密陀罗尼，能伏一切灾啊，三灾八难。然后六道金刚咒，如果有人能够临命中放在胸前，触身触及身体，不是那个触身啊，触及身体，此人即得往生净土。还有毗卢遮那佛大灌顶光真言啊，那个梵语还有中文，还有加持的金光明沙，我都把它浓缩在一起。因为我看过大藏经，我觉得这个要利益无量无边众生啊，利益无量无边众生，这个就是一种真上缘。平常你修行很有信心，就怕临命中起颠倒，但是又往生背，那么有咒轮放在胸前，那么可以啊啊，加上你自己的努力，要更努力哦，加上这个真上眼 perfect 完美的结合，临命中啊都能往生净土，都能往生净土。还有一个重点要告诉大家，那就师父，那我这样讲我也没把握，那就是我请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有人一心一精进佛道，精进佛道，深信阿弥陀佛，切愿往生极乐世界，持持佛号，坚定往生求生净土。如果这个人出去突然之间被车撞死了，请问上人会不会往生？决定往生，根本业存在，根本业存在。什么叫做根本业？一辈子的八世田中都是净土的金刚种子，金刚种子。我请问你，那么如果这样子不能往生极乐世界，那就没因果了。能够清醒最好，如果这种状态往生，临命中发生车祸，那就看你平常修了多少福，修了多少慧，平常有没有跟人家多结善缘，有没有一心念佛。因此不是说你临命中水灾死了
火灾死的，车祸死的，就不能往生极乐世界，不是这样子的。那这样就没因果了。那我念佛念佛念佛，等于临命中什么都没有啊，那我念什么，念什么佛呢？不，你的根本业，根本的净土业是成熟，不管你在临命中什么果报，通通能直接往生净土。修行是看平常的功夫，能够临命中自在最好。接下来，唯心净土，自性弥陀，这个道理很难明了，很难明了啊。那么我底下讲的这一段呢，我认为一般人体会不出来，我用更简单的，因为这个没有看过楞严经的啊，用这个水晶珠饮水，为这个啊聚焦镜烧这个艾草，来求火，就是我们呢现在的一种啊焦镜啊，能够把阳光啊聚焦镜啊，把它聚焦能点火的。因为这个啊楞严经讲的太长，我现在啊再举个例子啊，你比较容易了解。讲经就是让大家受益的。诸位啊，所以看这个啊，假设说这个是艾草，艾草你们知道吗？知道吗？新加坡、中国都、中国大陆、台湾都知道艾草，新加坡知道艾草吗？哈，好，艾草就是人家在针灸用的啊、哦，那艾草，好，在这诸位啊，这艾草，我这打火机。艾草如果是干的会怎么样？立刻烧起来，对不对？这个比喻很重要哦，立刻就烧起来。好，如果我这个艾草把它浸泡水中，浸泡在贪嗔痴的水中，浸了三天三夜，浸泡在贪嗔痴的水中，时时刻刻贪心，时时这个起心动念暴怒啊，没有智慧。艾草比喻每一个人的般若智慧善根深厚，可是他的贪嗔痴太强了，把它浸泡在贪嗔痴的水，浸泡三天三夜。好，这个打火机拿起来，请问能不能点燃呢？没有办法，太湿了。这就告诉你，现在开始智力跟他力两个角度。有的人说净土法门是完全靠他力的宗教，错，完全靠他力。如果这个人没有一点善根，无量劫来没有修福修慧念佛，只有阿弥陀佛能接引他吗？是不是？那些杀人放火从来不忏悔的靠他力，那你去接接看呢、啊、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他们没有净土的观念呢、啊。你要去见他，他还不要呢。你说阿弥陀佛摆在那边有什么用啊？他力呀、啊，对不对？你去跟基督徒讲，哎，阿弥陀佛要接你去极乐世界，他说你神经病。我要去天堂，怎么去极乐世界？只有阿弥陀佛他力没有用的，只有智力。要断见思惑才能证阿罗汉果，这个有多难呢、啊、要断这个见惑，如截断四十里的截流，四十里的河流流过来，这一下子要挡不住的。断见惑都这么难呢、啊、
身见、边见、戒其见、邪见。你想想看，要断见惑就这么难了。所以净土宗有一个好的方法，叫做福祸。只要你命中有人帮助你，所以虽然我们想要往生极乐世界，如果浸泡在贪嗔痴，阿弥陀来没办法接引我们。现在去除贪、去除嗔、去除痴，虽然还不到究竟像佛一样，没关系，我们心还算清净，也尽量修福，也尽量修慧，也一心念佛。虽然没有百分之百的断见思惑，可是我懂得放下，临命中就是能福祸暂时妄想不起来，一心一意能够想要去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现前，你还没有断惑，信心十足，那就接引走了。靠智力要断见思惑才能了生死，要靠他力，阿弥陀佛这个艾草点不燃了、啊，浸泡在贪嗔痴，靠他力没有用，靠智力很难断惑，要智力跟他力一下就接引过去。好，如果这是一块大磁铁，如果这是一块大磁铁，对，大磁铁拿这个杯子，磁铁会不会吸？会不会吸过去？不会，是绝缘体。好，如果这是一块大磁铁，你一定要把这个变成磁铁能吸的，才能吸得过去。吸表法叫做接引，这大磁铁就像阿弥陀佛的磁场，你一定要自我改革，自我生法，一定要把自己变成一块阿弥陀佛能接引过去的资料，这样才能够智力他力完成接引往生的这个阶段，要不然没有办法。所以一般人讲法都偏颇，太过重视他力，太过重视智力。有一个人就讲说，师父啊，你这样讲了有点问题啊，经典里面讲五逆十恶重罪啊，佛都为接引往生极乐世界啊，你怎么这样讲呢？靠智力。我说你弄错了，后面有一句啊一定很重要啊，佛能接引五逆十二重罪，是临命中有忏悔的心相信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这句要补上去临命中他有忏悔的心认识极乐净土那你想想看，一辈子杀人放火，不听经不闻法，临命中他怎么可能会忏悔呢？他总是觉得自己是对的那怎么见往生极乐世界？有的人讲说，师父五逆十恶重罪佛都见是不是这样？我说那是佛一句鼓励你的话，杀人放火无所不恶，除非他有很有宿世善根要不然他怎么会求忏悔？这是表法的，表示佛陀有无尽的慈悲，你造了五逆十二重罪，佛陀还再一次给你机会，只要你肯忏悔还有救。但是一般造了五逆十二重罪，临命中就昏迷不醒了，这脸马上就发黑了，身体马上就僵硬了，这牛头马面立刻就要抓走了，还给你念佛。所以经典要活看不能够错误对佛的意思这是第七个角度。第八个，稍微留下一点执着
爱念尚未完全舍弃的时候，你只要留一点点还没有放下，那没有办法十足把握。要往生极乐世界，要不是放下九分，要放下十分。九分就是还有一分的冒险，如果你放下八分，就还有两分的冒险呢、啊。说我七三开，我放下七分，那就还有三分的危险呢、啊。我十分全部放下，那就没有危险了，肯定往生净土了，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障碍你。所以你命中不能有一点点贪爱这个娑婆世界，要完全舍弃。如果不这样的话，你命中会被这一念贪着极乐世界、贪着于娑婆世界所影响。啊，我还贪着我的家庭、我的儿女、我的财产，那么这一念就继续轮回。想要出离娑婆世界，贪爱之心务必尽除。接下来净土中的持照大师，这是净土中的祖师啊，在莲宗宝鉴开示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因为现在人几乎都是修净土的，底下这个叫做 very very important， 很重要的，叫做临终事观，又做临终事观破除法。也就是说，你命中你卡在哪一关，你就没办法往生极乐世界。临终事观一定要破除。持照大师是净土中的祖师，他告诫了一切的凡夫俗子，走在净土的修行法门上，第一句话、第一关一定要破。说凡夫虽然有信心念佛呀，但是因为宿世业障太重，会下地狱。但是因为念佛啊，重报轻受，乘着佛力，重报轻受，本来要下无间地狱的，现在换来一些病苦，少许，也许生病生得很严重。有的人一念佛，哇，病得越来越严重。如果你因为这个病苦，因为不了解道理，因为现在得到了病苦，所以就说我每天念阿弥陀佛也是生病啊，我求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没保佑我啊，越念越糟糕啊。无智慧的、没有智慧的人就会说，我去念佛反而病重，干脆不念，反过来谤阿弥陀佛，反过来毁谤阿弥陀佛。因此一念恶心了、直入地狱，这是第一关，非常非常重要，非常的重要。简单再消文释义一下，凡夫虽然有信心念佛，但是因为宿业障重，应当堕地狱。仰仗的佛力，重报轻受，重报轻受，本来要下地狱，现在转换成阳间的重病病苦。如果你也因为病苦而不知道、不懂得道理，而对佛失去信心，而对净土法门失去信心，说无知之人不了因缘果报这件事情，只看眼前，
就说我去念佛又有病苦，念他干什么？反过来没有阿弥陀佛，没有观世音菩萨，佛呢又在保佑，你看我念了几十年的佛，现在不是病恹恹，我现在好了，你看我现在身体好很多了，我不念佛，开始毁谤净土阿弥陀佛。就这一念毁谤直入地狱，这是第一关。第二关，虽然持戒念佛，每天都说啊，我要往生极乐世界啊，我要往生净土啊，但是的心呢，偷偷的没有人知道的，放下功夫做得不够，还贪婪着少许的娑婆世界的男女啊、财产啊、名啊、利啊、财色名食睡啊，嘴巴谈净土，内心留恋娑婆世界，不求出世的善根。因为内心留恋，所以爱这个家，希望这个家能够啊人丁兴旺，孝子贤孙能够啊，希望我的后代啊得状元，光耀门庭。哎，因此他又贪爱了家里的琐碎的事，贪爱自己的啊家庭儿女，以至于临命终遭病。在临命终生病的时候，变成贪生怕死。平常讲话很有气力，平常讲话又好像信心十足，等到临命终的时候气力衰退了，种种的磨难现前了，这个时候就要看你的功夫了。哎，因此啊贪生怕死，说好，那我去问这个跳大神的，因为佛不会讲话呀，我去问一些灵体附身的啊，我去问一些牛鬼蛇神的，画画符咒的，是不是啊？跳大神的牛鬼蛇神啊，或者是啊拜一些邪魔外道的，信受这些灵体护身，然后�杀无量无边的众生来祭祀邪神。正因为有这个心变成邪了，一辈子念佛也持戒也团极乐世界，但是内心里面却暗暗的留恋这个娑婆世界，做表面功夫给人家看，你看大家都念佛我也念佛呀，大家拜佛我也拜佛呀，但是问题内心里面没有人看得出来。因此在临命终的时候遭受到一些病苦或者灾难，立刻就请跳大神的灵体附身的，什么邪魔外道发胡作的什么都来啊，什么七星剑啊，什么祭拜啊，杀无量的众生来祭拜邪神。这个时候心就邪了，心邪了，没有正面的能量，就无佛摄受了，佛菩萨就没办法摄受。你是一个结缘体，阿弥陀佛是大磁场，一定要把自己变成一个这个磁铁能吸过去的频率相同的，你才吸得过去。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无论碰到什么病苦，不厌恨佛，不厌恨法，不厌恨身，深知自己的业力转换过来，无论碰到多大的逆境，都记起极乐世界的存在那么如果你的心入于外道，临命中有种种的邪思邪见来跟你引导离佛而去，因此继续堕落流浪三途，这是第二关。因为这个很重要，我在
萧文释义一遍，这不厌其烦就是因为它太重要了。第二关不能往生极乐世界的第二关，虽然在家居士或者是出家众啊，也持戒也念佛，碰到人也一直呀极乐世界怎么怎么好，可是内心里面呢着实放不下，不是真功夫啊，啊，不求出世的善根，嘴巴谈一谈净土，又爱这个家庭，贪名图利，哇，或者是希望儿孙怎么样，我的房地产怎么样，以至于临命中一碰到病苦，又变成贪生怕死，找一些灵体附身的稀奇古怪的了，祭拜的画画邪咒的了，心变成邪了，杀无量众生祭拜啊，那么心邪无佛摄受，因此继续流浪堕落三途，这是第二关。千万要懂得道理，所以师父说，为什么念佛也要注意听经闻法，就是这个道理，才能提醒自己，念佛不是盲目的，它是充满智慧的。念佛啊，不是迷迷糊糊的，它是清醒的。所以你今天要念南无阿弥陀佛，也必须了解佛的般若智慧和禅宗的心法。第三个说，三者或因服药，吃这个药啊，用这个酒啊，或者昏死，简单讲就是又杀生又喝酒了，或者是被亲情弟兄逼迫，因为自己道力不够嘛，旁边的亲戚朋友就说，哎呀没关系啦，喝一点酒啊，是不是啊？对，这个酒有两种状态，一种是病苦医生开的、哦、他有的就叫你用酒去调，那这个是病苦，那就没话说。但是如果持戒清净，也不要去碰。我讲的是说，如果可以用替代品，酒尽量还是不要用，持佛清净戒律。第二种是喜欢喝酒，假借理由，对不对？哎呀，我病苦了，我需要一点酒了。哎，医生怎么说了？哎，其实是喜欢喝酒。啊，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这个就要看个人的良心啊。那么有时候啊，我们发的心是善良的，是善良的啊。这个，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能离酒或者是荤，那最好是能离，或者是有的呢啊，被人家逼迫强灌，那么这就没办法了。在这诸位啊，有一个太太啊信佛，老公啊不信佛，老公不信佛，这老婆呀偷偷吃素，这老公啊还觉得很奇怪，我这个老婆现在的举动我很奇怪，后来就偷偷的监视着她，注意着她，发现她老婆吃素了，吃苍素了。这老公又告诉他，生气了，他就植物也有生命啊，动物也有生命啊，是不是？我告诉你，你再吃素离婚，真的啊，离婚了。那后来呢，这个是不得已的，他为了那四个小朋友，那老公他也不信佛，你搞这个东西他就跟你离婚，那做妈妈的人不忍心这些孩子啊，没办法，他们吃下来的剩下了那么多，不晓得怎么处理啊，所以这个很困难的。宗教不一样的，一个有信仰一个没信仰，很麻烦啊。有的老婆信佛老公不信也很麻烦，老公信基督教老婆信佛教也很麻烦，也很麻烦。这个宗教不一样的真的是麻烦，因为他会苦苦相逼啊，
有的人很有修养，比如说基督教跟佛教结婚，那么他就说我尊重你佛教，然后老婆就说那我尊重你基督教，互相尊重，对不对？我不影响你的宗教，哎，孩子照生，看要生几个都没关系，哎，是不是？宗教不谈，谈起宗教就杠起来。所以这个人啊，如果被亲戚所逼迫，没有决定的信上，没有决定性，就丧失了善根。临命中，因为用了太多太多的酒，不是为了健康，也杀了无量的荤的生命。临命中直接就到阎罗王那边报道了。这是第三关，就是心要坚定，要坚定。临命中不可以杀无量众生，不可以用过量那个酒，亲情相逼也一样能够坚持，但是这个难，有的闹到家庭要离婚了，这是真的。那这个是这个人来问师父，师父那我怎么办？我说吃了吃了，那没办法了，要不然你这四个孩子谁来养？他说师父我吃的荤会吐啊，啊，我吃的吃荤的会晕，吃晕的也会昏。这两个字你会分辨吗？师父我吃硬的会昏还是吃昏的会晕呢？新疆新加坡中文都不会了，这能力分不清楚了，到底回去想想看，参一参，我是吃昏的会晕还是吃晕的会昏，冷静一下啊、哦！第三关剩下五分钟，最后临命终的时候，你心里面还想到自己的活业，活业就是大陆讲的要干活，哎，台湾的问就是你做什么事业啊，哎，大陆不是这样，哎，你干什么活？台湾就问你什么工作呀，哎，大陆就不是，你干什么活？台湾说工作去，大陆就说干活去，就是这样干活。这临命终的时候还想到自己的种种干活责任未了，心系万贯的家财，爱念自己的娇妻，每一切孝子贤孙，是不是见属心放不下，失窃正念，堕入阴界。这堕入阴界很可怕了，失窃正念，所以就会他死了以后就会变成恶鬼，就是守家里的财产那个鬼，因为活着是一直眷恋的那些钱财，一直眷恋钱财。有的人死了以后变成一条狗，所以这个是慈照大师讲的，不是我讲的。有的会变成一条犬，守住主人；有的会化作一条蟒蛇，啊，好像他活着的时候一直要照顾这个家。这个是事关，因此祖师大德就说了：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净土。所以因此啊，人留下来的，在这诸位，你并不一定能够往生，你并不一定能够往生，但是下辈子就必须看你这辈子落下的种子。我这辈子做了两个梦，非常的清楚，我觉得不是在做梦。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这个小三呢，不是哪种小三，我当过小三，小学三年级不是哪一种小三 understand？
小学三年级，我这辈子做过两种梦是最清楚的。一，小学三年到现在我都记得。哎，我发现我为什么是一个出家人？背了一个僧袋，背了一个僧袋。我为什么穿的出家人的袍子，走在这个河堤上面，前面啊，茫茫的前途，左边大海，右边陆地，如此的清楚。那时候才小学三年级，也不过是十岁哦，不是在睡觉，醒过来，我为什么是个出家人呢？这是这一辈子梦过，十岁梦过最清楚的梦。第二是出家以后，有一天也不叫做睡觉，完全好像不是在做梦，又好像是梦到我为什么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呢？如此的清楚，因为台湾的清华大学，甚至我去上过课，啊，清华大学、交通大学，那包括台大，那么这清华大学，哎，这个情形不是新竹的清华大学啊，是梦境是如此的清楚。我为什么念清华大学？师姐在这辈子做这两个梦，到现在都是清晰的。那么我就跟他回忆一下，也就是说，哎呀，那可能是前世的种子呗，啊，只能这样解读，要不然莫名其妙那个种子就浮上来了，浮上来了，啊，那么因为啊，已经9:50了，啊，那么9:50，我必须感谢，再度的感谢啊，慧雄大和尚给我这次因缘来向新加坡的诸山长老学习，让我道业更加的成长啊，让我更加的啊修福修慧，我无尽的感恩，同时也感谢主办单位所有的义工法师都很辛苦。那么新加坡的诸位长老，因为你们都很辛苦，在这里三天都陪着啊师父这样度过，所以有无尽的感恩，无尽的感恩啊！改天啊再当面道谢。最后再度感谢所有与会现场所有的法师护法居士大德，谢谢。祈愿我们新加坡的正法重现，祈愿我们新加坡的佛教正法能够爆炸开来，度无量众生。请大家起立，请合掌。合掌，跟随长老回向，愿生西方净土中，愿生西方净土中。